太极拳虽好，不以贪多。听到这个广告语，大家一定想到的是敬酒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不以贪多，就是不用可以学习太多，把一套拳练好，一个动作练精即可。今天我们讲到了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学习太极拳相对来说比较晚，身体的基础啊相对来说会弱一些，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一些点，比如说我们说下势啊，瀑布下去的动作，因为瀑布它需要身体转换，重心转换，坐下手还不能掉，起再起。好，那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瀑布它有武术的动作借鉴过来的啊，所以说这个我们首先了解到两边的瀑布的它的技术动作。首先我们以做瀑布为动作来讲，右腿两腿重叠，右腿两腿重叠，脚后跟不得离地，不能形成这样完全踩重叠。好，第二个技术动作是当我们的腿不能伸成这样，也就是这个腿丝毫没有进行一个支撑力，因为我们的重心要向前，所以腿要伸直，脚整个脚形成一个横向。好，那我们重心既不要趴在这儿，也不要翻过去，所以保持一个中正下，然后在过渡的时候它叫瀑布穿掌，靠我们的右腿的力量蹲起来起，落地之后左腿同样重叠住下去起来。好，那么对于这种下势的动作我们需要反复的去练习。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我建议不需要太低，它会对我们的腿部啊有一些伤害，过度一下即可。所以说选择合适高度的动作，合适难度的动作，就避免了伤害。